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沈怡爸爸。我东院呢有一个那个院子啊，里面的树呢都因为经常下雨啊，最近啊长得很旺盛，然后整个呢就是长得很疯，我要把它修整一下。然后我在网上呢买了一个这种修整的工具，有的树挺高的。今天呢我给大家开箱一下，看看这个是个怎么样，还挺贵的。那我看看这个是个什么样子的，看看啊。哦，这是这个刀子，然后两个，这是上面的剪刀，还有送了两个手套，这是什么？啊，这是绳子，送了一个，这是锯片，这是锯片，哎，总共就是这么多了，我们把它组装起来，组装起来看看好不好用。组装还是有点麻烦，还要把这个卸下。它这个就是插到里面，这个插到里面。但是感觉它这个应该是有两个螺丝固定，两个螺丝固定可能更。现在只有这一个螺丝，OK， 这样。但是它这个刀，这个刀是放在哪里呢？刚看了一下，它这个是装在这个位置的，也就是说我这一个拉的话就直接是把它卡断，如果说不是很粗的话就直接可以卡断，如果很粗的我就需要用这个锯子锯。这个是装在这个位置啊，装在这个位置，我需要把这个螺丝卸下来。OK， 我们这个锯子呢就组装完了。这一个呢它是送的备用的，这个绳也是怕拉断，那个手套。好了，我们这个呢就算组装完了。我们去试一下这个东西的效果怎么样吧，我们去试一下效果咋样啊。好，孩子们，今天呢我买了这个东西啊，不知道好不好用，等一下去试验一下。好，今天的这一个开箱呢就到这里啊。喜欢我节目的呢，点击关注、转发，然后点赞，然后留言，点下面的小铃铛。OK， 拜拜。